为大爱，我觉得穿上去我都不用减肥了，超开心，非常漂亮的粉紫，还有一个比较有气质的驼色，这个驼色感觉穿到 秋天都可以，因为秋天很多这种枫叶色、大地色，对不对？配那些针织单品非常搭。然后再来呢，是我身上的深蓝色，还有冰冰刚刚穿到瘦到不行的黑色。然后它的腰部呢是做一个这种抽绳式的腰封，你如果是肉肉女生你就放松，它还有超大的 range 可以让你做调整。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 S 号 size 的女生，你就把它绑紧，会有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你的整个腰身看起来就会瘦到不行。我觉得这款应该是瘦瘦女生穿跟肉肉女生穿看起来都会比原本瘦超多的，真的会小一个小一到两码尺寸。做这种超大面具超大面积式的这种宽裤，所以它的裤子呢会有一种尾裤裙的感觉。你看它的整个裤子的气场超好，很像穿长裙，然后该有的口袋设计也有给你。配了跟鞋，第一点是我的比例看起来非常好，第二点呢就是我的裤子不会拖地。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你如果是娇小女孩，你非常喜欢这种有气场的长宽裤或是长裙，你可以拿去改或是配一点有跟度的单品。我们要先认真看一下小秋的裤子是粉紫色，我是那个